其实你就是在荧光幕前跟私底下形象有差很多吗？你觉得？完全没有差、啊。真的哦，真的假的？来，我们看看他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很恐怖，你知不知道？真的吓到哎、欸！写真集里面的照片。对对。哇，你看这张。Oh my god！ 原来是这样。好，你私底下也都穿这样吗？没有啦，这个是那个配合年历，有出年历、啊，那刚好是夏天的照片。你私底下都穿这样还是穿？那你是现在也没有年历啊，对不对？你私底下穿什么？我试一下就穿这样啊。好，那 OK 啊， OK 啊，这样 OK 啊，可以、啊。现在很冷哎、欸，今天寒流哎、欸，不会、啊，现在不冷呀、啊，今天哪有寒流、啊？今天很冷，今天阳明山14度哎、欸。你穿你住阳明山，我今天阳明山露营，我真的讲阳明山，你干嘛不讲北极之路啊？对，我们在哪里露营啊？你讲阳明山。好，他私底下穿这样，平常也是啊，荧幕上很正。对啊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看。进来进来进来都不说，混沙绿混沙绿，快来快来快来到垃圾，分散泪分。进来看屋，进来看屋，谁道垃圾穿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不是丽丝吗？警察大人来抓人窝，不知不觉记者跟到了五分土一时。立刻打通电话给你，我好想好想吃。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吃，无论白天还是傍晚都好想好想吃。一个人大口吃香肠，最实在报道。你下来倒垃圾穿怎么样？对啊，你是刚刚从卡车上下来那个戴亮帽子那个，还戴口罩？不是啊，穿毛衣的那个。毛衣，对啊，穿毛衣，有看到穿毛衣的吗？就是你到垃圾的时候会穿这样。嗯，对啊。你觉得那样是 OK 的？没有，因为就是一个我很怕走在路上被人家认出来，然后认出来的时候，万一穿个什么白蓝拖鞋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反向操作。我想说怕被认出来，所以要穿的漂亮一点。你刚觉得这样子穿着 OK 的，对不对？其实算是美哈、哦。嗯。那我们要听听国际老师的意见。对，我很。怀疑他，他等很久了，讲好久了，终于 Q 到。为什么一个漂亮的女生走在马路上要吞那么粗的一个香肠？太久没有异性朋友吗？表现，表现，表现，啊，哦，啊，香肠就是表演嘛。还有啊，他怕被认出来。你是每次都错过垃圾车，你还要打扮，还要化妆，那垃圾车来，你怎么会赶得上呢？通常到垃圾都有一个固定时间呐、啊，你就在那个半小时前，就是要打扮一下，就在之前。而且垃圾车他们都会有一个警报人，就是有一个警报，不是警报，垃圾车的声音，通知的音乐，对，垃圾车提醒的。那在提醒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哎、欸，差不多了，要下去了。有这种人、啊？可是其实那一天我并没有很打扮、欸。所以现在有这种人，就是在到垃圾前来敲打，就一个爆马仔啊，斗，没有他拿到垃圾15分钟，斗，有这种人啊？就是现在改成比较先进，是骑摩托车的。哦，真的、啊？会骑摩托车？你住哪一区啊？不用喊，不用喊。他怎么通知你啊？住永和。摩托车很大声的，砰啊啊这样。对，新北市没有啦，是他是摩托车，然后他放一个那个，就是像你们去康士美不是前面都会放一个那个扩音机吗？康士美大特价。那他讲什么呢？他就讲豆棍手、欸，你学得好像豆棍手，豆棍手真的假的、啊？是哦，会提醒你，因为穿得漂亮，然后再这样大口吞香肠，是怎么样的一个你？没有，你们很坏，我明明就有在看，旁边没有人啊、欸，是没有人啊，所以你在暗巷里吞香肠啊。我很低调了。是啊，没有错啊。哎、欸，你低调，我们低调吞香肠是这样。你是这样。你们知道那个香肠会滴汁，知道。如果不要这样子斜的话，是的，它汁会。你不要抬头吞，对啊，所以一定要这样。没错没错，有经验。而且太香了，你走在路上拿回家，刚当滴汁的时候是最激烈的时候。对，就是怕它滴出来。是，谢谢夸奖。那请教一下，你平常出门一定高跟鞋？哦，对啊，尤其是跟姐妹们去逛街的时候，我都会被骂，因为我好喜欢穿高跟鞋，我的鞋柜打开全部都是10公分以上的高跟鞋。你姐妹是个子都不高，对不对？对。
就他们已经穿平底鞋了，然后我又比他们高。你心机，你有没有平底鞋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我连运动鞋都是内增高。有跟的，哦、对。运动鞋有跟的，你怎么运动？就是、没有内增高，内增高有。对。你会常常在街上被人家大叫？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便利商店的时候，然后我已经低头了，然后我在挑那个三明治，然后结果就突然在就是很安静哦，便利商店突然大喊丽丝，然后就缓缓的抬头。你有打扮吗？有啊，就是好险，所以你们真的要跟我学学，就是只要去不管去哪都要打扮漂漂亮亮。可是不管去哪那个。有时候那个口红啊，会沾到牙齿。你看刚，曲哥他刚刚在后台吃香肠，左边，我跟你讲，沾到，左边大门牙跟左边第二颗牙齿，千万不要见。不管去哪，为什么不他一出来就先讲呢？没有没有，他是聊到后面才沾到的，滴下来了。袖子，曲哥都没，他没得剪。对啊，其实他这么注重自己的外表啊，那这一点就真的非常不小心。差了嘛。嗯，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就这样吧。都不会有顶住。